IU 近日在进行巡演，与各地的元娜都一起留下美好回忆。IU 在舞台上看起来状态极佳，也让粉丝们发现 IU 最近好像找回了一点脸颊肉，看起来更可爱了。也让网友们表示，想起以前 IU 很认真减肥的时期，在台上说自己胖了一点的时候，台下狂粉怒吼：“到底胖什么胖？”直到现在都还是很经典的名言。粉丝们也觉得 IU 胖一点比较好看，比之前过瘦的时候真的好看很多。其他歌手巡回很累，都会变得越来越瘦， IU 巡演有好好吃饭，还长了一些肉，感觉很健康，让粉丝们也很放心，希望他多吃一点。台湾粉丝也直呼 IU 喜欢一枚小泡芙，不忌口可以多吃点，脸颊肉完全逆龄，让 IU 越来越童颜。